这边请。谢谢。下次来啊。哎，你说昨天晚上那球，他怎么踢的？哎，你管他怎么踢的呢，赢钱不就行？那倒是，有钱挣就行。行，先让他。不走。黑社会。黑社会。黑社会。你看我像不像？嗯。像。小辉在哪儿？你谁呀？我老三。小辉在哪儿？ 小慧哥，你是谁？我就是小慧。 这名字好多年都没人叫了，那你又是谁？小慧在哪儿？我这小慧，队长，慧哥，慧哥，你实在有点对不住。 在七号工地，暂时没有发现异常，你们待命。韩队，我是小勇。说，刚才抓渡桥的行动抓到了慧哥，他是庄家。好，不过他们人没到齐，我们就动手了，因为那个老三，他想见你。我不想见他。韩队，他不断说你妹妹被坏人抓了，带他过来。 你在什么位置？韩警察，有件事情你不知道，小慧现在有危险。韩警察，小慧，小慧的事不用你管。 你这么乱来，只会害了小慧。这，你们警察想干什么？你叫了我行吗？不可能，回去吧。你跟小慧没有关系。我都违反纪律了，我跟小慧有关系。你滚！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小慧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想干什么？跟谁说话呢？小慧以后是我老婆。 我不同意，你同不同意？难道是我老婆？哎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哪儿找小慧？你有完没有？我没完！你
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救小慧，就凭你！ 局长让你马上回去，我这就回去。走。你这辆车在这留守，等我命令。是。哎，警察，我怎么办？我该干什么？ 怎么说混就混呢？哎，醒醒！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上天要求我们尽快破案。时间，24小时。用不了。那我弟弟换你妹妹，我今天就要交换，等我电话吧。局长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。 甜的，听说每一段爱情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最美好的，但时间长了，往往就平淡了。平淡，挺好的。嗯，我也喜欢简单的爱情，好好保护吧。是保卫，保卫爱情。嗯，挺甜的。 你是黑，我是黑勇，大英雄。你的小慧在我这儿。你在哪儿？小慧在哪儿？你想干什么？傻子，你想见她，就得乖乖听我的。你说，你说，你想干什么？帮我维持秩序。
只要小辉安全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行。走到路中间。喊。喊什么？我是。我是老三，是个大傻子。拦个车，抢个包，我不干坏事。那你的女朋友可就……喂，喂，怎么是你啊？还认识我吗？还知道我是谁吗？包，你的包，我的包，把你的包给我，我用你的包，用我的包，救我女朋友，给你女朋友，我还你。你家老三救不了你，咱俩玩玩，哎，皮哥玩玩，别动啊！哎，哎呦，我还就不信了我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为个女的，这女的不能动。我动怎么了？试试。杀了我，对吗？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有点疼，忍忍吧。通知医药小组集结待命，抓捕黑友。我会直接跟局长联系。你们几个收队。我走了，谁留守啊？我让你收队就收队。逍遥。啊。如果我有疑问，我不干，把钱给我。好，我奉陪到底。我告诉你。你们赢不了的。事儿没办完，没有你的钱。哎，我欠你的钱算还完了啊！
我是老三，你是谁？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。安队长，你是警察里枪最快的，今天可别手软啊。哥。斌子，你喜欢的这个女人，哥让她来陪你了。是什么？别乱动，没想到吧？还有几十秒就会爆炸，威力也不大，就是能把人炸成两半。爆！哥，把我手解开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在这，我撑过去。哥，对不起。小薇。
这次我赢了，警察，游戏结束了。你赢了吗？不一定。报告局长。 你不是玩老三吗？跟谁玩了？这人有生命危险，我去报警，保护好线上。 Hey!
我说过，我让你们这帮坏人死得不痛快！ 记住，我是老三。我想过过去的日子，我想要简单的爱情。是你们这些坏人在捣乱，我的任务就是给你们这些坏人战斗到底。我也知道，打架，打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打架就是我老三的办法。 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。哥来接你了。 你会陪我去潜水吗？
在海里，通缉犯根本不是潜艇兵的对手。经过几轮战斗，敌人最终被击沉了，正义再次战胜了邪恶。对了，大夫说，你这种头疼很难根治，要坚持吃药，每天一次吃两片。小辉吃药。没事吧，哥？老三，我真服了你了。韩警察，你同意我和小辉好了吗？不一定。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，那就是我。我不求金子银子，只要平凡的日子，在关键时刻我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。不在乎车子房子，只想做一个汉子，在每次战斗之中多给敌人几下子。我不是所谓君子，也不需要什么面子，在这骗子面前我是锋利的刀子。是不是有了胆子也就变成了傻子？好吧。